既然决定走了，就去往这面去吧，小可爱先生。选就选更智能的 AI 智能网联 SUV 哈弗 F7， 开启你的智慧之选。A， 啊信 ；B， 不信 ；C， 信。选择结束。AI 智能侠哈弗 F7， 请为我们揭晓最终的结果吧。选择 A， 阿信，四人 ；B， 不信，七人；C， 信，102人。哎，掌声鼓励！蒙面好歌声，街面好肤色，水密码水 CC， 秒变好肤色。全场的朋友们，跟我们倒数五秒，等待结果吧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更强动力，更加省油的十万级国民神车全新哈弗 H6， 带你一起见面。哎呦！欢迎杨哥，新。哇，真的，你的这一身面具和行头啊，应该算是本季我们看过来的最复杂的一套了。复杂、啊。对啊，而且那个耳机戴了之后嘛，双耳，然后就开着了，然后就手也没办法去调，然后几位老师笑超大声的，我都快耳屎都快被震下来了。那戴上面具以后，这种唱歌的感受呢？就。有那种躲在衣橱里、棉被里，以前小时候有没有？那我一直在想说可以努力撑过第二集，可是撑不了。炫，我跟你讲，第一天我就想拆穿你了。真的吗？后来觉得你真的需要钱。炫，就刚才那首默的高音一定要唱出来，不能假音，不能再掩饰自己了。没有唱高音的方法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你看那个男生唱的越高，他就越疼他的另外一半。哦，真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婆都在旁边。你有错啊！好，来，谢谢可爱的信啊，也谢谢他给我们奉献了那么多的经典之作，也有请信在我们的哈弗 F7 上面留下你的名字。